健步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主动上前给前总统马英九拥抱，这是继八号新北造势晚会马英九被嘘下台风波后，马韩再度同框。被拥抱后，马英九笑得僵硬，但还是卖力替韩国瑜助选。韩国瑜当选，韩国瑜当选，韩国瑜，韩国瑜，韩国瑜当选，当选，当选。不过要离场时，韩国瑜伸出手想跟马英九握手，第一次没握到，第二次还是没握到。马英九的手握住了蓝委赖世葆的手，又握了另一只手。转身离开，留下没被握到的韩市长尴尬抓头。难道这是马韩心结未解？马办解释，可能是当时现场太混乱，马英九才没注意到，不可能故意忽略韩国瑜。不过在这场大陆台商秋节茶会，除了马韩破冰是焦点，韩国瑜致辞时赞赏台商到全世界各地拼经济非常有勇气与胆量。韩国瑜还举例说，我有遇到一个朋友种兰花卖到非洲，我说你确定非洲很多黑人在给吃饭跟家里面需要放兰花？这话听来歧视一位农后，不免让人觉得韩市长是不是有食言了。中央中心台报道。付费也是应当的，有收费的媒体他提供的新闻的品质就会比较高嘛，这是一定的。